荒山亮，荒山亮，金曲歌王来到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荒山亮，我又来高雄了哈、哦。太开心了，因为新专辑的发行。对，2013哎。对，我们荒山亮在去年得到了金曲奖，非常开心的。很快的，快马加鞭，今年新专辑就马上出来了。对，因为其实幕后很多工作在忙。对。但是因为大家不断的这个。不断的在催歌，对，然后今年真的就是很开心，因为乾坤唱片支持，对，合作这张专辑的发行，那让我有更多的这个发挥的空间，啊，那在这边感谢乾坤唱片，好，再掌声鼓励一下，好，还谢谢乾坤唱片，对，然后真的谢谢所有的朋友歌迷哈，然后其实我都不喜欢叫他们歌迷，他们都是我朋友。每天大家都是家人嘛，对对 对, 對，家中的一份子。常常，大家以后该姓荒，对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的荒山亮其实会感受到高雄歌迷是比天气还要热。对，我发现你真的整个脸在流汗了。有没有人有卫生纸想帮荒山亮擦汗吗？我今天算少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多贴心啊！他卫生纸帮你准备好了。对，好，今天流汗这样算少了，这样算少了，还没，待会要开始流汗，对，接下来今天荒山亮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惊喜，对，因为我要特别介绍一下，因为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有一点点多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，对，跟以往比较不一样，以往可能是像刚才大家听到这种比较摇滚味，比较有的是中版的，就是快板的摇滚，那有一些抒情歌，那这次我们。做了一些不同的突破，做了一个比较 disco 的曲风，在台语歌里面加 disco， 对，比较不一样的东西。可是听说你也有跳舞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自作孽写了这首歌，然后你没事干嘛写它呢？当时觉得很好玩啊，因为在音乐上我们觉得很多风格尝试。你看，对，出火了。没想到，对，就是写完以后就发现说，自己好像不会跳舞。对，因为大概当了20几年的 rocker， 一直没有想到跳舞这件事情。不是，你说你要跳舞，我也觉得怪怪的。对对对，所以你们也不会想看我跳舞，对不对？想不想看？想看吗？想看我不够大声的，想不想看？不是，哎，好，有一个条件就是，如果我跳的话，你们要跟我一起跳。确定哦，那个手上那个都要空出来哦，不要在那边装忙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手给我看一下。手记得借给我们。只有这几个人吗？不对吧？手在，我看一下。基本上前面一定都会跳。手都有空哈，手都有空哈。旁边的朋友。